今朝有一只公司年会，打扮好去参加了。去了早点了，所以呢先去看看叫有啥么子吃。我拿胃口小来洗，看看叫有啥蔬菜老啥吃，因为老外么子也吃不大惯。不过呢，好像感觉啥亚裔员工吃的菜多了，可能因为现在公司里像菲律宾人啊。越南人啊多了起来，阿拉老公蛮好，看到我边走边看，马上帮我拍了视频，晓得我要回来做功课啊。我拿小记录上又拿了个三盆，但是已经吃了老饱老饱，老撑了。参加年会主要目的呢，一个也蛮开心的，好打扮打扮。另外呢，也蛮欢喜感受年会当中的闹忙的。年会高头呢，请了一个不错的 DJ， 所以那个氛围又更加好，大家呢才会得跳舞。我呢也把同事拉上去，一道跳了一下。搿同事讲，看看场子高头好像没啥中国人，加拉也去跳跳伊。不要被老外感觉好像阿拉中国人老内敛的，对吧？阿拉有活泼一面，好吧？那么阿拉一道抽抽水。实际高头跳舞是叫我们帮我跳，但是最近一趟跳蛮有劲，又来了上海的小阳公园。这趟探亲回去的辰光，陪父母到小阳公园，步步数了该。阿拉呢跟广场舞也跳了一些。现在阿拉名气高了，加拿大公司里向多了交关英国人。因为当中呢，伊还设立了交关抢答题，侬抢对了呢，又好拿到奖品。这个大奖呢是一只 JVC 的电视机。没想到我蛮好朋友老牛同志也抽奖了，蛮为伊老开心。正好讲呢，公司会得拍张照片，传到公司的网高头。我个人呢，每趟抽奖，总归抽了一个寂寞，但是我也蛮开心的。我主要是老享受搿种氛围，老营销一个。特别移民以后，实际高头养到出去的概率是老少老少的，搿嘛只好自家勤快咯。老牛老开心的呢，拿来得奖。今朝的分享呢到搿搭了，如果侬欢喜呢，帮我点个赞，留个言，最好呢关注我，小亚侬，再会。